说了，我就这几天感觉像在军训，哈哈哈哈哈！每天都要来一点极限运动。就这样，前脚先放那个，先放你的前脚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对。到时候教你的话，会这边拉一个绳子给你，啊、然后你就能抓住。我这个好难保持平衡啊！等一下，然后屈膝是不是？对，屈膝。然后人重心靠后。啊，不用，重心是直的吧？直的，就保别摔了啊。还好，还行。然后站直。这个比滑雪稍微难一点，我感觉。因为它很不稳。对。然后，是不是打开一点会好一点？对。一会儿你站的时候，这不是后刃，这是前刃吗？就是控制方向的。这样左右滑那个 S 的那种感觉。所以这个也是在滑 S。这真的很好玩，就是有点遗憾。是没听到。你要是想学，我可以教你。你看，这有超外线，然后贴内线，然后再超外线，然后再过弯之前把速度降好，然后不用给，然后从这儿开始给，从这儿。没有，我有点不敢。放松点啊，谢谢。发现你的世界突然静止。太幼了。放在心上。又看到了。今天晚上怎样？挺好啊，玩儿挺好，挺开心的。看我坐对面的，他不敢说别的。我跟你说，每天都像在军训。鹏哥，雷英说了，这两天感觉像在军训。昨天冲浪，今天那个跳伞。水里的、地上的、天上的，海陆空了，基本上。特别像军训，你知道吗？可以的。那肯定水里的最轻松的呀，你坐在那军训，对啊，我觉得坐着看是吗？对，然后我从头都摔到尾，摔了四十多次，摔到你没有，你摔了四十多次吗？差不多，摔到一回来就说一次嘛，哦，没有，四十分钟。开心吗？开心啊，来卡丁车是吗？对啊。今天穿的挺好看的啊，我不是每天都很好看吗？但是今天更适合这个场地，感觉，挺好，开心，蒋老师如约而至来。你不是意料之中，我肯定会来的吗？我意料之中的事情，它不一定是真实的，我也担心，好吗？我不来怎么办？我要不来怎么办？不来呢，我就做一个孤独的赛车手。没有。然后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些啥？今天的运动嘛，说我给你带了一套速干衣，谢谢。因为我们一会儿要去挑连体服，然后它这是公用的嘛，所以就是我猜你应该没带。因为我不知道。对，我给你准备了。我以为，但是我自己都忘带了，我现在很疼。那怎么办？我无所谓了，因为这个对我来讲像玩具一样。然后这个裤子，这是 T。好，谢谢。然后你不是那个什么吗？这是我的习惯，就是我一般玩专业赛车之前，我都会提前喝一个葡萄糖。对，然后你不是那天说你会有点不舒服什么的？哇，笑得有点太细心了点吧？干杯！干个杯！很甜，就糖水。喝完了，谢谢。那咱俩这样呗，我带你先去做准备工作。好。
先选衣服再选头盔。好，那我给你挑个尺码啊。好。有 M 码吗？这个是 M 的。那你就穿红色吧，好看的。这个我拍过，我拍视频的时候拍过这套衣服。可以。你的呢？我穿自古红蓝出 CP， 我就穿蓝色吧。这个太小了吧？但我也觉得 L 对我来讲有点太小了。还行了，小点小点吧。可以啊。带你找头盔走。哦，还要把头盔找了。红色的话，就我建议你就黑盔了。嗯嗯。我给你挑一个码啊。好。我给你挑一个小码，就是觉得码有点大。我给你黄色的。哎，丑死了。不行，我要保证你的颜值在线。不用，我颜值撑得起。多自信啊。咋聊天的呀？多自信啊。哎呦。大一点不行是吗？你试一下嘛。你给我戴一下。我给你弄。来。嗯。一般这个从后脑勺的。这个太松了。好看了。是这样吗？嗯。好奇怪。是不是这个一直在晃？嗯。有一点。这个好看一点，就戴这个。听不见。我说没关系，就戴这个吧，这个不会夹你的脸。嗯，好。好。可以。低头，哎，完美。然后我也戴这个。你也戴这个是吗？嗯。我先去换衣服吗？对。走。我换好了。好看。好看吧？你换了黑色是吗？对，因为那个码太小了。可以，好看。你这样穿过吗？没有是吧？但是真的是特别帅，就是反正我觉得这种专业装备穿身就是帅的啊。你也是帅气的。我先开两个人的车，先带你去。可以。我先跟你安顿上车，来。嗯。我给你拿块，先上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啊，哦，然后头盔，来，后脑勺往里一压，往里一压，好了，嗯，好看了，帮你把安全带系上。什么都看不见，也听不见。你也听不见吗？听得见你说话。可以，听得见我说话就够了。好了，加油！加油！你别，啊啊！可以吗？啊，来拍。好，走吧。啊！这车很慢的。你看，这我们超外线，然后贴内线，然后再超外线，然后白公安就先把速度降好，然后不用给，然后从这儿开始给，对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样超外线。就是你看，我看弯心的时候就会加油，想不弯心的，那你感受一下这个。开心吗？OK 了吗？啊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怎么样？啊，我整个人被甩了。哎呦，天哪，这样。我帮你戴头盔，你先别动，我帮你弄。我看不见，主要是。不用动，你有我在，你啥也不用动。好了，下来吧。嗯嗯。啊，好，我先下了啊。来，来，嘿。我看不得这个呀。行行。
哎呀，哎呦，最后咱俩开始比个赛啊。啊，这样，就是每个车上面都会有计时器，然后咱俩可以看一下，每个人的圈速是多少。嗯，好，那对你来说很轻松。没有，我离你远一点，我要是跟你特别近，咱俩互相飙车的话，嗯，你会有压迫感。嗯嗯嗯，咱俩分开跑。嗯，可以。反正最后算的是时间。可以。然后我让你五秒。可以，可以。然后输了让对方做一件事情，什么都行，可大可小。哎 ，OK。在小屋结束之前完成的啊。嗯，可以。别回头，我还得飞到长沙，然后飞到长沙完成。那也挺好。小样吧，走，走，走吧，走，加油呀，你可以的。好，来，加油，放松放松，你是一个有潜质的赛车手。哇，他真的一直在鼓励赞美他，真好。我看你飞走，然后我距离你特别近了，这样的话你就不太放心，你自己安全的跑，好不好？可以。然后我要发现你陷入不动，你看到手势，我再带你两圈，然后你再自己跑，好不好？可以。行了，加油。加油。走了，你飞走。我快了，头发呀，你回来了，看我中间停了几次吗？我头发都是这样的，我没法。我眼睛都，那我眼睛吧。别说吧。不用，我还是换了。坐着休息一下，我给你拿个水喝。好，那边吧，去我们休息区吧。可以。那你开挺快的。我就是屏幕上我就会加速，弯道我不敢。我看你直线挺敢踩的。是这里吗？对啊，起飞的地方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紧张了好几天。我们是过来啊，玲玲，孝良、啊。对，然后这不是想跳伞吗？我都做了好几天心理准备了。跳伞，今天跳伞不太行。啊？因为天气不允许，云太厚了。
哦，天气特别好的时候才能去。好，所以遗憾吗？会不会有点遗憾？你跳不了哈，我跳不了，本身也跳不了。不要紧，那时候我可以带你俩飞行体验一下飞行的感觉。哦，好，可以啊。好好，走吧。还行吗？还行。我不敢了。我到前面。不。好，可以。哇，好紧张啊！哇哦！哇！我们下面那个走走，来。哦。哇，他这个心，妹妹。哇。哦，漂亮。我好像找到那个感觉了。都是一点点的微缝，哇，这感觉太棒了，好棒啊！还拍的合影，爸爸了都，我们的目的地在哪？哦，我看到了，好，哇，太棒了！完了，我要爱上像技能，哇，平稳着陆，哇，谢谢教练。谢谢教练，接下来到他，让他体验一下。我感觉我听不太清楚。你可以的，你唱就可以，特别好，特别好，你不要紧张，好吧？老想拿这个。让我们去那个出检标旁边去。好。啊，没有，我有点不敢。放松点嘛，谢谢。发现你的时刻，这世界突然静止。太幼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啊，又看到了。很难有视角耶。如是我们，我静静地看着你，一直静静地看着你。谢谢教练，谢谢，这一次特别棒的，好，谢谢教练。哇，好玩的，好玩吗？
好玩好玩，休息一下吧。啊，来了来了。哇，哈喽，没想到你会来。没想到啊，我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意外吗？意外。我早上给你做的面吃了吗？我吃了，然后我又给你买了点甜点。谢谢。拿着这个，拿一个草莓味的就行。杨枝甘露拿一个，就有这些。好，谢谢。天哪，你也太仔细了。没有，因为我是想你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我也就准备了一点东西。天哪！我给你冲一杯红糖喝。哇哦！我今天早上有点匆忙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你来不来。你想？我一直在等你。我来的几率有多大？50%吧，当时想的。那你能来，我还是很开心的。我换衣服啊。好。来，都来这边吧。我先跟你们讲一下基本的一个站姿。好。可以让女生体验一下这一个。你试一下，来，我扶着你啊。就这样。前脚先上那个。先上你的前脚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对。到时候教你的话，会这边拉一个绳子给你，然后就能抓住。我这个好难保持平衡啊！等一下，然后屈膝是不是？对，屈膝。然后人重心靠后。啊，不用，重心是直的吧？直的，就保别摔了。还好，还行。然后站直。这个比滑雪稍微难一点，我感觉。因为它很不稳。对。然后，是不是打开一点会好一点？对。哎，好玩的！来，慢点。你胆子挺大的，你应该学得挺快。夸，使劲夸，干点什么都使劲夸。现在就简单的活动一下。好。这又是瑜伽是吗？又是你的动作。这是瑜伽课，欢迎来到瑜伽。感觉我穿的好不适合在这儿。没事，你今天是来体验感受一下。放松，我们就准备进去。好。我不是的，你玩。你一会儿可以在旁边看。好。我一会儿会摔得很惨，你不要。不要有太多期待，是吗？多少还是有点偶像包袱在身上的。好吗？嗯，那蛮好玩的样子。就是这个，就跟其实跟滑雪一样，就是玩，你要学会了就特别上瘾。嗯。然后有很多这种花式的，所以说就很好玩。哎，如果就是像你那样，只是冲过去，然后不加那些花的动作，要学多久？大概学，看天赋，我觉得你的话也干两次。两次。就能顺着这个往那儿走了，然后冲上去。它其实跟那个单板滑雪一样。啊。一会儿你站的时候，这不是后刃，这是前刃吗？就是控制方向的。这样。左右滑那个 S 的那种感觉。所以这个也是在滑 S。就是真的很好玩，就是有点遗憾。继续听到。你要是想学，我可以教你。好。
再滑一趟，然后咱们俩打个赌，就我跳起来落能落地，就是我赢了。赌什么？我要是摔倒了，就是我输了。啊，可以啊，赌啥？杯奶茶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那我来一趟，我试试啊。加油加油，鼓劲。给你拍一下，还要求试一下，厉害了！那个是不怪我，跳不了，跳不了，跳不了，不好。老板，我再最后试一下。最后试一下。加油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帅气。